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五面，最后一行。佛有无数他化自在天王，所谓德自在天王，妙目主天王，妙观床天王，勇猛慧天王。上一次讲到此地，今天我们接着呢看第五尊妙音聚天王。这一尊天王德号里面所表的是说法，广义的来说，凡是诸佛菩萨为众生所说一切法门，都可以说是妙音聚。因为他们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都是引导我们明心见性，所以音声文句无不微妙。如果是从下义来讲呢，这个妙音聚就是专指这一句万德洪名啊，南无阿弥陀佛了这六个字。为什么说弥陀名号是妙音聚？这正是古大德所说的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最后总归结到净土，就像华严经一样，华严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部经才真正得究竟圆满。如果这个最后的戒规不是究竟圆满，这个经就不能称为第一经，不能称为大乘究竟了义的经典。那么戒归到净土，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弥陀四十八愿，古来祖师大德们大家公认这十八愿第一，
十八愿就是十念必生愿，也就是弥陀经上跟我们讲的智持名号一心不乱。那么由此可知，弥陀名号是一切法的总归结处啊，这个名号就是究竟了义第一妙音句。过去天亲菩萨造往生论，一一经将这个意思显示了。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曾经多次引用天亲菩萨的说法来说明这一句名号是究竟了义。我们学佛最简单的方法、最稳当的方法、最快捷的方法，无过于智持名号。这在讲堂里面分析这些道理，说明事实真相，这诸位是亲闻的。念佛堂里面清正清净，增长我们的性根念根，也就是增上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决定成就圆满。第六尊天王德号叫妙光床天王，妙是指法，显示法门，光明高显，这个意思依旧是无限的深广。如果我们单单说佛法，微妙光明高显的，这个意思不深。也不广。决定不是华严境界。华严境界我们要向无限深广处去观察去思维，然后我们就能体会到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妙啊。这是华严境界，这个是真实的境界。
为什么说无有一法？建庙，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如果有一法不妙，那个法如何能同源种质？圆是圆满。种智如来所证究竟圆满的智慧，由此可知，一切诸法皆妙啊，无一不妙。如果你要问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实在讲究竟之理是同一个真如本性所现，那怎么会不妙？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妙处啊！我们在经上读，读到佛菩萨的境界，经中跟我们叙说诸天的境界。我们体会到确实是奇妙微妙。但是我们看到人间人法界里面就很难看到妙处。我们生在这个法界，体会到这个法界不圆满，缺陷很多啊！正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古真如是吗？你在这个世间还能有一二桩事情称心如意吗？恐怕不见得。那么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都是世间的很幸运的人，他还有一两桩如意的事，怕的是不少人呢，在一生当中一桩如意的事情都没有。我们冷静观察了，确实有不在少数。所以这个世间不圆满啊，缺陷太多了。那个卧道情形呢，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我们看不出这个一切法的妙处。这是正因为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所以才产生了这种现象。佛经里面所说的，也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错觉，
我们把许许多多的事看错了。如果我们也能像如来正知正见，自然能看出设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妙法，皆是性德所现。无有一法不成性，那怎么不妙？妙光床也可以设置为妙相庄严，妙相庄严必定是性相不二，非空非有，经中也有说，似有理由，相有体无，给诸位说，这些说法依旧是方便说，我们要懂佛的意思，不可以执着佛所说的音声名字，如果我们分别佛说法的音声名相，我们就不解如来真实义。但是许多人读经作文字相，听法着音声相，这种情形自古以来就常见了。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教导我们，教给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能这个样子读诵听法，你决定误入啊！我们今天不能误入，就着了这三个相啊，这三种相着一个就不会开悟。马明菩萨所说的，也正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这个意思。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着相已经变成习气，无量劫来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处处执着，时时执着，念念执着，养成一个坚固的习惯，很不容易离开。佛菩萨劝导我们要离相啊，我们自己必须要克服这个障碍，这个障碍和困难，然后我们的修学自然呢就能够契入很好的境界，就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妙光创所显示的。第七尊，极尽境界门天王。这个名号显示的意思很深，对我们修学人来讲呢很重要啊，它也是教给我们入门之处。极尽境界门，尽就是门，就是其如之处啊。怎样才叫极？极就是不动啊，所以称为极尽。我们要想入门，首先就要把心定下来，我们学佛听经言教不能开悟，念佛不能得一心，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做到心不颠倒，这些就是功夫不得力。戒行居不得力啊，不得力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浮躁啊，动荡不安，这造成这个现象。我们里面有烦恼，烦恼就是动向，起心动念。外面的六尘境界，无疑不是诱惑，是一个很不好的诱惑，造成我们的生活无比的紧张，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晚上要不用安眠药
他就不能睡觉。所以在一切药物里面呢，安眠药是最长效的药啊。许许多多的人离不开它了，这不是好事情啊。所以现代人呢，实实在在讲啊，比过去人生乐趣差很远。过去的人，不要说太远，100年前，50年前，50年前的人呢，还有一点人的味道啊。啊，确实，他还有一些赏心悦目之事啊，还能过这个正常人的生活啊。体会到人生的真善美慧，能够体验到一些，他的心清净。有时间、有功夫、有能力欣赏，欣赏生活里面的乐趣，大自然的乐趣，圣贤教诲当中的乐趣，他能够得到几分呢？现代人太难了。现代人生活在忙碌、紧张、刺激的环境当中，人生的乐趣，他没有时间去欣赏。他也没有能力欣赏，更没有功夫去欣赏。所以现代人物质生活虽然很富裕，精神生活是空洞的，非常苦闷。做完工作之后，只有一个方法，想一想种种麻醉剂来把自己麻木，好让自己休息一下。这个是现代人的，怎样才能过真正的人生？说出来现在人做不到。做不到我们也得提醒，减少工作的分量，减少工作的时间，你才能恢复到正常啊，恢复到心地的平静。能不能做到呢？实在讲，能做到啊！只要你减少贪嗔痴，你就能做到了。看到人家一个月赚几万、几十万，你一个月赚个一两千也能过得很好啊，何必跟人家比赛呢？你要是念念都要竞争，念念都要往高处去攀求，
你就必须把你这一生人生的生活舍弃掉，这个毫无意义，得不偿失啊！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啊！啊，你得不偿失。无论怎么样竞争，争到最后啊，还是一场空。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个大道理之后，现在日子不难过啊。啊，赚钱并不难啊，只要能够生活过得去，你何等自在啊！我以前在此地讲经，记得我也劝过同学们啊，你们好好的工作赚一年，一年赚到了，三年都花不完啊，可以用两年的时间来念佛，不工作了。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不要跟人家争嘛！啊，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悠闲的时间，啊，需要有完全属于自己享受的时间。这个是极静的功夫啊！所以这个名号里面含义非常之好。啊，必须到我们在一切法当中真正能做到无取无舍，你就见到净空了。啊，根尽皆空，那就是门，你就契入了。啊，门是个比喻，也就是你真正体会到了。佛菩萨那个境界你体会到了，你体会到了你就证得了，你就契入了。那么极静的境界也是儒家讲的成因，实际上儒家也讲得很好，诚意而后正心啊！诚这个字怎么讲法呢？曾国藩先生将这个字下了个定义，说得好。他说：“一念不生，是为诚。”这个说法说得有道理，说得很好啊。换一句话说，你心里面呢，采取一个念头，你的心就不诚。啊，一念不生是诚啊。诸位都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有些注解，啊，举的比喻叫画符，啊，画符念咒，这个符咒有的时候很灵验，它怎么灵验呢？诚心，所以画符的人天天要练习。要画得很熟，啊，要画得很快，
因为在短时间呢，这个一念不生还能做得到。他这个笔一点下去之后，一道符画下来，画成功了，一念不生，这个符就灵。如果这个符里面画符的时候动一个念头啊，这个符就不灵，沉则灵啊。念咒啊也是如此，所以你就晓得咒越长啊越难念。为什么呢？里面夹杂妄想啊，夹杂一个妄想，咒不灵了。要楞严神咒那么长，里面一个妄念不夹杂，那个楞严咒念的才灵啊！你们想想，念楞严咒的人很多，念楞严咒灵感的人几乎我们一个都没见到啊！为什么呢？太长啊！这个里头不杂妄想很难啊。念大悲咒灵的人啊，我们曾经见过。大悲咒短啊，时间少啊，能够在念这个咒语里面一个妄念不生，大悲咒灵。所以说是有人念的灵，有人念的不灵。这个并不奇怪，没有什么秘密。诚心念的人就灵，不诚就不灵。你能够诚心，你也灵啊。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明了以前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说，念经不如念咒，经长嘛，那咒短嘛，念咒不如念佛，那佛号阿弥陀佛四个字更短了。你念这一句佛号里头一个妄念不夹杂，这一句佛号就灵。道理是一个，所以说越短越容易实现。念的时候确实不夹杂，在常讲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决定有效果。所以往年呢，我劝同修们念阿弥陀佛，念十句，十句阿弥陀佛，念四个字也可以，念六个字也可以，十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着念十句，十句里头决定不夹杂妄想，这个十句啊，效果就很不可思议。你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就念完了，一分钟不夹杂妄想啊，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啊。一天念九次啊，我定的九次是最低限度的次数，一天念九次，一次就念一分钟，十句佛号啊，这十句佛确实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十句一句一句念下去，没有间断了。这个十次呢，是早晨起来念一次，起来你洗脸漱口之后，恭恭敬敬合掌，有佛像向着佛像，没有佛像啊，面向西方，念十句阿弥陀佛。晚上一次，晚上睡觉之前，这两次了。三餐饭呢，
吃饭之前呢，念一次，这就是三次。平常一般人吃饭之前念供养咒，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十声阿弥陀佛，心就很清净，非常实心。那么还有四次呢，就是你上午上供放供，下午上供放供。你在上供之前的时候念一次，放供之前也念一次，对，一天九次这个九次决定不能少这个方法很好许多同学听了依照这个方法修来告诉我很有效果你要保持一生当中都不间断九次之外可不可以念可以念随时可以念那叫善课这个九次叫定课决定不能缺少善课啊，多少不拘容易实现功夫啊，容易得力那么这是诚心在念真心在念诚就是不起心里面没有私欲没有执着这个心清净心清虚它就灵了儒家讲啊，是故天下之至诚啊，即天下之至虚者也。你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这是真诚心啊。我们修行人是修道人道是什么道就是诚就是真你要问这个心是什么样子这个心灵敏无着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这是真心这是自信的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明明是他明了他不糊涂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他灵所以圣人诸佛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世待人久他真正做到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做到了境界现前的时候他能够顺应这就是恒顺的就是随喜没有来的时候他决定没有需求过去的时候他决定没有留念如果有留念就有污染没有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个物相没有现前他绝不求绝不希求赶快来没这个念头
啊，过去了，镜子干干净净的，绝没有染着。不但去的时候不染着，即使现前的时候也不染着。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现了我们面孔，现了我们相，镜子何尝染着？这个就是当时不杂了啊，这叫虚，这叫尘啊，尘就里面啊。佛法里面圣贤的功夫啊，就是寂静。可是凡夫喜欢热闹啊，静不下来呀，那这就难了。佛对于这一类众生，只跟他结个善缘。为什么呢？他不是法器，他不能修道，所以不能修道，他静不下来。给他谈谈佛法。让他知道一些佛法常识，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佛法种子，这一世当中决定不会起现行。这一生当中，如果要能够起现行、起作用，心呢一定要静下来。念佛堂就是帮助我们静心的。帮助我们呢得极静境界的一个场所，这是我们修行的正上缘啊！我们在一生当中修学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此啊，决定不能够疏忽。那也许有同学会问，我们为什么静不下来？你的欲望太多了，妄想太多，所以你静不下来。你的欲望，你的妄想全是假的，决定不是事实啊！正所谓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你那个妄想也是空空。你要知道一切法空，你的妄想呢就会减少了。妄想少了，你的心就定下来了，慢慢就回归到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就是门啊，清净心就是道啊，你入门了，你证道了。所以静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凡夫不知道这个静中的境界，不知道这个清净的享受，这种享受决定不是世间人五欲六尘享受可以相比的如果五欲六尘那个乐
超过极尽之乐，诸佛菩萨为什么不去享受五欲六尘之乐？他们有智慧，有能力，取五欲六尘之乐，那很容易，这他不难啊，他为什么要舍弃？我们就以释迦牟尼佛做一个样子。释迦牟尼佛有机会做国王，他有智慧，他有德能，他还有神通，以他这个做国王，同一群印度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啊，不是不能做到啊。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有智慧，有能力，手下了也有人才，他有3000弟子，其中有72贤呢，各种人才都有啊。他要是在今天搞一个革命，推翻一个政权，取而代之，然后再就统一天下，他能做得到，他为什么不做呢？那个没有极尽快乐，所以释迦牟尼佛三依一钵，我们一般人看到他修苦行，示现做榜样，教导我们，启发我们。实际上呢，他享受极尽之乐。我们世间人没有法子体会到的，绝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这种示现呢，故意示现苦行呢，来劝导我们。他在那里享乐啊，说修苦行我们懂，说享乐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境界。天人懂得，所以天人尊敬他。天人以什么为乐呢？禅悦为乐啊。禅是极尽的，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我们自己要没有几分相应，很不容易体会到。底下第八尊，妙轮庄严床天王，佛法在最初就以轮相做标志，世尊在落叶云为五个修行人说法，就叫转法轮。这五个人听了法之后，对他很佩服，拜他做老师，成为世尊的弟子，称为五比丘。这是我们这个世间第一次出现了僧团。
这说法称为转法轮。在一切形象里面，只有轮相能显示圆满。我们细细去思维，哪一种形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动静同时，空有同时，这一切物象里头很不容易看出来，轮的相看出来了。轮是圆形的，是个圆。圆的周边是动，圆心呢是静的。你看，在这个现象里面看到，动静是一。不是二，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不离静，静不离动。轮的周边是有，那个心是空，圆心是空的。原先如果要有，那就坏了，这个轮就不会动。原先决定是空的，所以它周边才能够运动。如果它先有，有这个轮决定不会动，而死的。所以从这个相状里面看到空有是一不少。这只是一个象征，是个表法。佛让我们从这个现象里面呢去体会，事出世间，事事物物真相啊，皆是如此。一切诸法从什么地方发生的？从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真如本性是空啊，里头没有一物啊。虽没有一物啊，能够现一切物。就像那个圆心一样，心它什么都没有啊。它能够现这个周，这个周边，这个周边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圆心，在那个地方很有规律的旋转。离开心呢，那就没有这个万物。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十法界一真庄严呢，是事是相是缘的周啊，它的体性呢就是圆心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掌握到宇宙人生的原理原则，无论应用在哪一法上，都得到圆满的成就。用在养生，这是最基本的，每一个人
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长寿。为什么你达不到你的目的呢？是你不会养你的生命。怎么不会养呢？心是清净，心是空虚的。身体这是圆周啊，它是要动的。现在人也有人知道运动很重要，每一天都讲求固定时间去运动，这个周是在动了，可这问题上他心也在动就坏了，所以他还是不健康，还是会生病啊。那这佛告诉我们，你懂得这个原理，心不能动啊，心不能有啊，他心里面有很多忧虑，有很多牵挂，有很多妄想，有很多执着，麻烦大了。有一样就不得了了，你还有那么多，那怎么得了呢？诸佛菩萨会养生，他也会养生呢，他就懂得养心，他心里头一念不生。不但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与一切人物接触的时候，他一念不生；即使与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还是一念不生。是你高明处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讲经说法49年。我们要问问他，他动了心没有？没动心啊，没有起念头啊。他说法了没有呢？他自己讲他没有说法，一个字都没说过啊。谁要是说佛说法了，要谤佛。明明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怎么没说法呢？原来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是什么呢？身在动，口在动，心没动啊。身跟口给你说法了，心可没动。我们凡夫给人说法了，身口心通通都动啊。佛这个本事我们知不知道呢？要学佛没有别的，就在这些地方学。学的是口动、身动、心不动。口里面有，身有，心里头没有，你就学成功。这个心里头真没有啊，那个身口啊，就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才能做到啊，顺应。我们凡夫麻烦的是不能顺应，接触外面境界，自己起心动念，
而且最糟糕的是要什么？要物来顺我，不是我顺应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顺应我，你说糟糕不糟糕？那个麻烦大了，你跟自然法则完全相违背呀！你不是顺随顺法性，你是违背了法性。随顺法性就是累积功德，违背法性就是造作罪业。一切大经大论都为我们叙说这个大道理。我们有没有听懂呢？有没有听明白呢？想不想学习？想学习，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略略地领悟到了。从哪里学习？从恒顺众生学习。不要求别人顺我，我学着顺众生。那么这个顺众生，那众生造恶，我也随顺他。众生杀人放火，我也随顺他。不，那你就错了。恒顺里头有智慧，不是感情。不是感情的随顺，智慧的随顺。智慧的随顺是自己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在随顺里头练这个功夫练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随喜里头在成就功德，这是功德。你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头，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是功夫啊！你所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明心见性。称心其用啊，那你所得到的。那就是诸佛如来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了，那是德。成就你的功德。普贤菩萨教导他的根本就在拓开心量，以净虚空变法界为境界，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今天没有啊，都是以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为境界，我们这个一生没有办法突破。不但这一生不能突破，生生世世都不能突破，你说这个多可怜啊！我们这个生活圈子多小啊，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自己造成的。
真正是古德所谓是作茧自缚啊。这个圈圈不是别人给我们画的，自己画的。而且画的是越画越小啊。这个生活在真正可怜的，越小就越造业。哪里能比得上人家菩萨的生活圈子，是以虚空法界为境界。你说那个心量多大？妄想分别执着不需要刻意的去突破，自然就没有了。大而化之吧。那个姜维农居士在《般若经》上所讲的吧，大乘人修行，这方法好啊，殊胜的，那就是大而化之，以虚空法界为我们生活的境界。这个人叫妙人，这个人叫圆满之人相。所以华严就是以这个为境界。你看看每一段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团体，不同的族类，这一段是套化自在天这一类的，不是一个世界套化自在天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套化自在天，因为它的数量是无数无量啊，一个世界里头那个数量是不太多的，是有可以计算的。无数无量啊，说明它是以净虚空变法界为境界的。这个轮相就达到究竟圆满。真正庄严。那么这个名号妙轮庄严床这五个字，所表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这一个法会呀。这一个法会就是净虚空变法界。如果我们没有法子体会，你就像这部经里面去思维去学习，把你所学习的所思维的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真正做到理事官儿，才有悟处啊！如果学习思维跟我们自己生活脱了节了，你就没有办法悟入了。那么你一生所做的，现在人讲的是佛学啊，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博士，但是佛法呢，你一分也没有体会到。你所能够理解的常识而已。真实的受用了，你得不到啊。
所以佛法实在讲起来，在行呢，不在说，也就是要做到。古德所谓的"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到，这非常非常重要。第九尊，花瑞会自在天王，花瑞通常我们都举莲花，因为莲花在一切花里面表法也很明显。莲花的根生长在泥土里面，它的茎长在水里，花开在水上，所以佛以这个来表法，把泥比作六道，六道是污染的，水表清净，比喻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把这个来比十法界。花开在水的上面，表一真法界，脱离十法界，在一真法界。这个意思，一般人呢，能看懂，能体会，可是还有一层深意。你有没有看清楚？什么意思呢？这个花了，花叶茎根是一体，不能只有花，没有根，没有茎，那花怎么能长成呢？一体呀，就是说明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体。这更深一层意思了。一真法界有没有离十法界？没有啊。一真法界有没有离六道了？没有啊。一真法界有没有离三途？没有啊。这个意思深了。所以华严才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佛家才说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不是数字。数字有一还有二啊。这个一意思可深。这个一就是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是一。二就可以思可以意，一不可思议。所谓的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
决定不是用言语能说的，也决定不是用心思可以想象思维，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意是什么？是什么回事情？你把一切念头洗掉了，一句话也不说了，那疑就现前了。那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就叫疑啊。所以佛在经上说，诸佛相见的时候，相遇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那是一。菩萨跟佛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说了。为什么呢？不是一嘛。佛住一，菩萨没有住一嘛。佛无念呢，菩萨有念嘛。菩萨要向佛请教嘛。佛当然就要给他解答嘛。事实真相如是啊。所以莲花表的意思深啊。那个很深的一部分呢，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到。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个意思我们容易体会到，说这个更深一层意思我们很难体会，更深的表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称为大不思议经，那么在末后一品，在四十华严里面的经题啊，品题，经题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品题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个是《入法界品》梵文完整的题目。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在八十华严翻译的时候，入法界品，你省掉好多啊！所以那个疑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法身大士岂如了？到如来果地才圆满。我们必须要晓得，然后真正修行人，你真正想用功夫，想功夫得力，想在这一生当中有殊胜的成就，你就知道从哪里下手。少打妄想，少分别，少执着，少造作，少言语。你从这里下手就没错啊。你要真修啊，装模作样不行啊。我们也曾经看到有些在这个佛七或者是禅期里面修行的同修静语贴个牌子
不说话了，静止了。口里都不说话了，那个心里头念头没断。为什么呢？看到人啊，给你写字，不说话给你写字，你说你到底是说了没说？那个哪里是止语呢？止语是你念头上要止啊。你写那么多，写得累死人，还不如说出来算了吧。这个都是什么呢？讲究形式，不是真修啊。真修止语是叫你心清净的，你的心还是不清净，还是妄念很多，还是放不下。时时刻刻给人写纸条，你说麻烦不麻烦？所以怎么样叫真修，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才能做到真正的清净。所以佛家除了用法轮做标志之外，也用莲花做标志。最常用的这两样东西，这个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它是表法的作用。慧自在，能够与这个表法相应，当然生智慧。你在生活里面自然得大自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十种自在，这个地方就不必多说了。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念一句咒语，这个咒语是藏密里面人人都要念，六字大明咒啊，观音菩萨六字大明咒。老师传给我的，口传给我的，这个音是念 Om Mani Padme Hum。这老师传给我的。这咒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天王所表的意思。Om 是身，我们身体身。Mani 是莲花，Padme 是保持，Hum 是意，这是他们的文法了，跟我们中国文法不一样。如果用中国文法来说呢，一定是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这个咒语的意思在此地啊！你念这句咒啊，你要有观想啊，观想到我们自己身心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啊！不但六道不染呢，四圣法界也不染。四圣六道都不染呢，你念这句咒要有这个观想啊。你的功夫才得力了。常常念，常常坐如是想，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渐渐能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
我在年轻学东西一定要搞清楚，你要给我讲明白，你不讲明白的时候我不会去念的，要老师解释给我听，然后我们才晓得这个咒语。都是经典里面的精华，佛家称为陀罗尼是正确的，陀罗尼是总持，用我们现在话说，纲领、纲要，咒语是这个佛经里面的纲领、纲要啊，很少的句子。里面含义无量无边。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也是陀罗尼，也是总纲领。这六个字全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阿弥陀翻作无量，无量是信德，信德是不可称量的，自信，自信的体相作用，要是用本经来讲呢，就是本经经体大方广佛华严。就是阿弥陀的意思啊！佛是觉，是智。你对于性德体相作用啊，一切的无量，你都觉悟，你都明了啊！这个意思叫佛。明白这个意思了，我们才欢喜受持，才认真的去称念了，晓得用这个方法了，把我们自信念出来。禅宗里面要参，才能明心见性。我们这个地方用念就把自信念出来了。比参方便多了，可是你要会念，这会念就念得相应，一念相应呢，一念佛。问题在相应，实际上参也要相应，不相应呢，参不会开悟，不相应呢，念佛了就不能见佛，一定要相应。这个念佛才能解佛。末后一尊，因陀罗尼，妙庄严，光明天王。因陀罗是大梵天的罗王的名称，世尊讲经说法，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比喻万事万法，彼此都有关联，决定不可能有一个是完全独立，与其他一切物相不相关的，没有。
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能看出，虚空法界无量的族类，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你看一类一类的这个团体，一族一族不一样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华严会上啊，都同了，都能圆融，都能融通了。什么回事情呢？华严会是以净虚空遍法界为境界，你能够离开虚空法界？你没有离开虚空法界，那还是一家人吧？把那个家扩大了。这才是事实真相。何以故？因为虚空法界是唯心所性，谁的心啊？你自己的真心啊。为识所变，谁的识啊？是你自己的分别想象啊。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识，就是能变的，所以千变万化都离不开一个原则，体性。因此，虚空法界是可以融通的。不但是可以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共存共荣，这个话已经是说的第二义了。从第一义上来讲啊，原本是一体，哪有差别？如同一个人，一个人身体，手是一足啊，指头也是一足啊，五个指头就是五足啊，十个指头十足啊，身上里面心肝脾肺。个个又是一族啊，个个不相同啊，它是一个整体啊。它怎么会产生歧视？怎么会产生不合作呢？里面如果有歧视，有不合作了，生病了，这个人生病了。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彼此不能够团结，不能够互相尊重，不能够互助合作，这地球生病了，众生生病了。如何挽救呢？华严经是最好的方法。读了华严经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净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是一体呀！所有一切误会都化解了，所有一切的妄想啊，烟消云散了，都能回归到自信。
才能真正得到大圆满。华严显示这个事实给我们看了。我们现在讲多元文化，多元哪有华严经说的那么多啊？你们今天讲的再多，说的几十种、一二百种，华严是无数无量无边，都能够融合成一体。你这几十种的种族，这个一两百种的种族怎么不能融合呢？太容易了吧。融合的方法，佛是用讲经说法了。那现在我们就懂得教学，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真相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你听懂了、觉悟了，这个里面的隔阂障碍自然就消除。才能达到共存共荣、互助合作这个理想啊，这个愿望。这是现在有些国家地区聪明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多元文化的教学，他们找不到材料啊。去年我在澳洲访问邦德大学，这里面一个学院的主持人接待我，就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有没有好的教材，我说有啊，我就介绍《华严经》给他，我说佛法的《华严经》最好的教材，他听得很高兴。华严经没有英文的译本，我们同学们要好好的努力，译经非常困难，但是把大意讲给他听，他们就能够得手了。我们总是尽心尽力做，一定得到三宝的加持。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佛菩萨加持我们，使我们有这个能力。这也是机缘成熟，因为他们想要，他不想要，我们介绍给他，他不会接受啊。他现在想要，想要解决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我们提供他非常欢喜乐意来接受。那么在佛法上语言成熟了，也正是世尊所受记的。我们在《法华经》上看到，世尊说：“末法时期要弘扬大乘，正法时期小乘契机，到相法末法的时候大乘契机。”特别是在末法，现在我们明了了，为什么呢？大乘是开放的，是讲民主自由的。现在这个时代
讲开放，讲民主，讲自由，大乘佛法正好适合他们的口味，小乘是保守的，很拘束的，你现在拿这个叫人，很多人不能接受啊。佛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完全了解一切众生的根性，知道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众生需要些什么。那么佛在经上都说明了，所以因陀罗利就显示这个多元文化的基本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共同的性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万物皆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同一个性，这个才是真正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既然体性相同，那其他的问题都是技术上的问题，不难解决。所以这个世界大同、世界和平、社会的安定、互助合作、幸福美满，真可以做得到啊，不是一个空的口号啊，确确实实可以实现。只要有真正聪明智慧、慈悲的领导人，会给世界众生带来真正的幸福美满。底下这一句，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这个是结束，总结这一类，这一族类数量无量无边。末后一句叹得，戒勤修习自在方便广大法门。从叹得这一句，可以说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合作具体的现实，都能够勤奋地修学，自在方便广大法门。这个自在就是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就自在了。如果每一个人执着自己的成见，不能够包容，不能合作，那就不自在了。不自在，这个法门就小了；能够自在，这个法门就广大了。所以我对于这些热心倡导推动多元文化的这些人，这些真正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一群人，我对他们赞叹恭敬的。我也全心全力协助他们，
我劝导大家，他们现在从宗教下手，这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宗教，我们教义不相同，但是不同里面也有相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相同的这一部分提出来发扬光大，把不同的部分呢暂时放下来。这样就能够在异中求同了嘛，法门就广大了。如果在同中执着自己异的这一部分，这个法门就越来越小了。怎么样从小变成大，怎么样从大变成小，都在一念之间。譬如基督教天主教讲上帝爱世人，我们佛教讲慈悲，这个意思相同啊。我们把这个相同地方发扬光大，不同地方放在一边，等着时间慢慢自己境界往上提升了，逐渐逐渐的都能融通，没有不能融通的，不能融通是我们的智慧达不到。我们的功夫不够深，这个功夫就是前面讲的极静，极静的功夫不深，智慧没有圆满，智慧圆满，功夫深了，所有一切宗教教义的没有一个字不相同的，都能融通了。这个道理，这个事实，我们深信不疑。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要对我们非常尊重，我们相处非常欢喜。我们的目的是求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人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今天就讲到此地。Thank you.